来开箱一把日本进口的三德刀，来自日本介绍巡工厂。所谓的三德就是切菜、切肉、切水果都能用的一种万能刀。打开后可以看到它的刀身是一个离地表面，手工锤打出的微微的凹凸不平感觉像地面一样。激光刻字登录孝行，登录就是注册商标的意思，下面跟着就是它的品牌孝行。刀背的厚度是一个两毫米厚，另一面刻字银山，表明它的材质是银山钢。银山钢的好处是既有碳钢的切割感，也有不锈钢的防锈性能，它的刃区也是有一定的雾面打磨。看一下它的青根打磨，刀根位置也是无毛刺，不硌手。手柄采用的是一个双银圈双牛角的八角柄，总体的重量是155克。喜欢这样的三德刀吗？